大家好，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好视频的锦麟周点评。锦麟周点评呢，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和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杨锦麟先生一起合作的时事热点的评论节目。杨先生呢，拥有30多年的媒体工作经验了，专注在各类的社会问题研究还有国际事务上，时政评论也是独具风格。我们非常有幸邀请杨先生一起合作锦麟周点评。在每个周五的美西时间下午6点左右，杨先生都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他对于这一周时事热点的观察还有分析。那么喜欢的朋友呢，当然是不要错过了。那么当然，如果我们一周一期的节目让您意犹未尽的话呢，一定要来关注杨先生自己的油管频道老杨到处说，每天更新时事分析，随时随地。今天呢是我们的116期节目，首先来欢迎杨先生。杨先生好。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感恩节快乐。是的，也祝杨先生感恩节快乐，感恩您这一路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我们同行，并且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时事的分析啊，希望未来我们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和杨先生精彩的分享，谢谢您。好，然后今天呢虽然是感恩节，但是我们要来说一个这个不是很好的话题啊，就关于这个热战的这个部分。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朝鲜的这个部分呢，在最近哈这个动作频频，所以呢我们今天请杨先生来给大家从朝鲜这个话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朝鲜本身以及和中国的关系，以及这个朝鲜周边国家的哈这个相邻的一个关系。那么首先想问一下杨先生，我记得之前跟你稍微的聊过几句朝鲜的话题，当时你说啊这个话题要展开那就是聊不完的。那杨先生，我想先请问您一下啊，您觉得现在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怎么样？中国朝鲜我目前在全世界啊唯一一个有结盟关系的国家，就是那个中朝人民友谊什么什么条约，60年的时候本来是终止的，那邓小平在世的时候考虑跟他恢复一个正常国家的关系。嗯，因为邓小平对金正恩的金正日，金日成啊金正日他们父子啊，那么奢华的把中国的这个好不容易的这个积攒下的一些钱拿去搞铜像啊，搞了什么类的东西，非常反感。嗯。那么金日成也曾经当面的跟老邓威胁过，你要跟韩国建交我就跟台湾建交，那你一建交我就把你断，什么都断掉。那么这两个就看得出来，就到目前为止呢，金氏的三代也还在延续啊。对，那么这个条约也续约啊，这个续约呢个扮演的角色跟以前可能有什么一样，但总的来讲我想貌合神离吧，不好不坏。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来讲，金日成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驾驭的。对，因为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呢，在朝鲜劳动党里面的亲华派，无论是政治和军事，基本上被一锅端的清洗掉。所以呢，他从来，我个人认为从来没有真正的牢不可破。啊，他利用这个中苏关系的紧张，这两头这个讨便宜啊，这个呢到现在仍然是如此。那么朝鲜人他有自己的理由，他一直觉得我们就为北京挡子弹，就是本来这个战略缓冲地带是我们的替你守北大门，所以我索取多多是理所当然。那么这个呢就是变成中国一个很没有办法摆脱掉的一个负担。那么现在就是说在金正日执政时期呢，我以前好像也说过，就是整个中国在朝鲜的情报网被一锅端。那么这个情报主要是延吉州的这个国家安全局的朝鲜处。那么这个事情呢，对中国来讲可能破坏比较大。那么中国在朝鲜的华侨也受到很多的监控，很多的排斥。那么就是说，朝鲜的若即若离呢，北京曾经也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的努力，才让他想办法让他恢复到原来比较相对对北京没有那么有一些疏远关系的一个相对正常的轨道上。所以我想他那个关系啊并不像外面所渲染的那样牢不可破，也不是什么兄弟的友谊血浓于水。今天的朝鲜的任何一个博物馆，志愿军曾经扮演的角色是被忽略的，几乎是被在朝鲜的战争博物馆里面只占了一个非常小的角落，这实际上也是反映着这个国家和这个党对中国的一些实际态度。当然我们也讲到了朝鲜的陆基导弹相当部分不是对准韩国，而是对准北京，对准东北。对，那么朝鲜的也那个这个核试验区和核工厂是毗邻这个吉林省，在延吉州的附近，对中国这个边境来讲是伤害很大。
那么朝鲜在这个图们江的出海口问题上也给中国捅了好多刀子，说今天的中国就在吉林省就一直东三省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出海口，其实跟当年的朝鲜跟苏联一起联合作祟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谈不上太好。嗯，处理不好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解，确实，这个我记得之前我跟杨先生聊的时候，我曾经觉得这个朝鲜是一个养不熟的这个怎么讲哈，就是有点白眼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国给予了那么多资源，但最终的话，白眼狼在1949年以后，中国人养的白眼狼可是不少啊，可不少，很奇怪，养了好多白眼狼。哎，这个就是靠利益所牵扯的，那肯定是这样。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杜撰一个荷兰共产党马列，那个是给中国捞了大概100多万美金，后来发现这完全是假。嗯，所以这个闹这个笑话，就是中苏关系那时候紧张的，闹了很多这样的笑话。朝鲜的两边讨便宜，当然对俄罗斯的关系，他可能更倾向性强一点。这一点来讲呢，从金日成开始，金氏家族对俄罗斯的依赖，对苏联的依赖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苏联时期对朝鲜的援助不会比中国太少，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朝鲜现在跟中国的关系的另外一个芒刺吧。对，是的。那杨先生，你一定注意到哈，这个朝鲜最近一直在频繁的发射导弹哈，这个两个月，我应该是两个月左右还就跨越了日本的一个经济区哈，这个日本也引来了这样的一些抗议。您觉得他最近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因为我们知道最近是 G20 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峰会的这个举行，您觉得在这个时候频繁的发射导弹，它的目的是什么？这凸显你的存在感，就刷存在感，刷存在感。而且这些导弹如果不发射，我估计也是维护也是个问题，要消耗掉。我一直觉得跟美国现在在乌克兰用的那些去库存的概念有点像。那么这里面首先是向国际社会要注意我的存在，不能忽略我，你们自行其事。那我们发现呢，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国际的大场合，以及包括拜登会、拜登拜习会等等的东西，都无一例外都要谈到朝鲜问题。尽管朝鲜问题的比重不大，但呢就显见了朝鲜问题仍然是国际局势一个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对，第二点，俄乌战争以及最近一段时间的印太地区的局势的互动，它要通过这样一种激烈的延迟、激烈的行动和试射导弹来体现自己的存在感啊。那么同时呢，也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呢，继续向中国、俄罗斯索取更多的支持。没错，当然俄罗斯变得自顾不暇，对吧？连那个子弹还是什么都要朝鲜来提供，包括乌克兰的战后重建的俄战区可能动用朝鲜的劳工。当然现在他打了一塌糊涂，也搞不清楚什么时候这劳工10万名劳工什么时候说话也不知道。嗯，就是可见这一点来讲，他跟俄罗斯的关系呢，相对于中国来讲也还是比较密切。嗯，那么凸显自己的存在感，同时这种挑衅的东西也要吸引美国拜登政府的注意。拜登政府跟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是把他这个4年跟朝鲜的关系的突破作为一个非常炫耀的一个政绩，是吧？嗯。那么拜登基本上不理不睬，甚至把他搁在一边啊，当然冷却不了。我们也知道最近美国最先进的这个远程轰炸机也派到了韩国。嗯。那么频繁的在朝鲜半岛的举行的军事，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也集中在黄海，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挑衅的防范。那么他希望这样的防范可以越来越凸显，我想这个存在感他务必初步已经达到了。对，主持人，好的，谢谢杨先生啊。这个确实，这个我们也有嘉宾啊一直在说是在刷这个存在感，就是让国际社会注意一下我，注意一下我，而且获取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但是这个我们看到金正恩本人他自己都承认了，因为这个联合国多年的制裁，包括这个新冠的疫情，其实朝鲜的经济是非常差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天可以发射23枚导弹，除了像您说到的他有去库存的意思之外，您觉得后面的经济是不是中国在支持？经济朝鲜，连国际社会对朝鲜是经济制裁，但是朝鲜跟中国之间的边境贸易就没有断过。对啊，没有断过。朝鲜的能源更多主要是依靠中国，天然气和石油。嗯，那么
这对他们整个军事力量的一个支撑啊，这两个东西是很重要。有前几年好像是在哪一年有个他不听话的时候，那么中国忽然间宣布这个输油管进行清洗，断油断了一个礼拜，他已经整个国家差不多瘫痪掉了。所以呢说还是有用的。先军政治之下，他的所有的经济在凋敝在困难，他是保证军队的。而这一点来讲呢，跟今天的习近平的这个对军队的强调和重视，都准备打仗这个说法有点相似。但这是所谓的朝鲜的先军政治啊，已经持续了几十年。那么军事，我想我一直认为它都是库存武器，当然它也在研发。我们知道朝鲜的核技术的能力的提供，我们以前也说过，不是中国提供的，也不是以色列人提供，而是俄罗斯人提供。对对。那么它包括它的铀啊，它的这个核燃料这个东西，它很多它自己本身，所以它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有很多的限制，但是目前这个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因为似乎好像也不存在谁在替他买单的问题。没有明确的一个证据啊。了解。那边境贸易呢，当然现在是源源不断了，尽管有经济封锁的说法，但他朝鲜仍然也是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战略牵制的一张牌，所以呢中国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呢，跟外面的世界保持步调不一致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对于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这个国家经济再差他也浑然不顾的。这是我讲他的先军政治。对。有没有人听具体的买单，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外面说他很多的原子弹是中国的什么的提供的。那么也中国的他自己本身的核抗衡能力是没那么多的。虚虚实实，但呢朝鲜已经拥有100多颗的核弹头，这个数据呢可能美国也接受。对。那么拥有100多个核弹头的国家，你认为它还是个小国家？对吧，主持人。是的，确实这是一个，在我看来啊，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因为朝鲜这个国家它好像是这个不受任何的这种事情的约束，他只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这个就一个这个，如果他拥有核的话，这件事情就更加的危险了。那么杨先生，你也看到这个联合国在这个周一呢，对朝鲜这个问题，就是上周五发射的这个导弹的这个问题，他也进行了讨论。但是呢，因为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去支持谴责朝鲜的行为，而这个没有一个联合的声明。当然，这个部分也被美国的这个联合国的大使这个不点名的指责。所以我想请问您的是说，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下，在朝鲜问题上中国的考量是什么？是要用朝鲜来牵制国际吗？有这种成分，但是更多的考量应该是不添乱。因为从中朝关系1949年以来，那关键的几个节点都是添乱。包括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的毛泽东毫不知情之下，他跟斯大林商量以后就赶过去了。所以我想在给中国的整个东北亚局势，包括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战略安全的带来很多烦恼。所以呢，首先是不添乱。第二呢，不干扰和破坏中国目前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安全布局。包括中国现在极大的精力是投放在跟东盟关系的缓和。在南海的那个，还有在台海问题跟美国的这个交锋，以及跟钓鱼中日关系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些摩擦。东北亚局势呢，就现在主要在东北亚最主要的盟友和争取对象是韩国。那么朝鲜的时候呢，在打一个横杠子，对中国整个这个做法布局是有一些添乱的布局，所以不能干扰，不能添乱，我相信是中国现在外交上那个主要的考虑啊。我想当年这个朝鲜战争中国是被动加入的。但呢我想呢，在目前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一个相对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下，稳住东北亚局势应该是中国方面的一个当务之急。那个东西说老实话也分散不了美国的兵力，美国的注意力。美国现在朝鲜半岛的驻军是在世界各国驻军最多的，战斗力最强的，
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是他也有这个想法，这个战略和策略上的借助的比重不大，中国没有什么需要在这个时候借助朝鲜来做什么文章哦，不需要，因为他目前本身要面对的问题是够麻烦的，就是朝鲜在乱扔原子弹，可能骚扰更多是给所以最靠近他的中国，而不是给美国，也不是给韩国，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对中国跟朝鲜或对朝鲜本身的政策战略牵制，它的能量多大，我想不能给太高的估计，那是一个在大国之间夹缝中生存几十年非常灵活的处理大国外交关系的话，朝鲜不亚于以色列。朝鲜利用借助中国的作为一种外交的一个策略的用法，比中国的借助和利用朝鲜来对付西方国家要灵活的多，还有呢，说老实话，技巧的多。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解了。那么其实之前在这个2006年哈，这个朝鲜进行核试验之后，我们就看到联合国就对他进行制裁了。但是呢，在今年5月份哈，有一个关于这个制裁朝鲜的问题上呢，是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出现了分歧，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他们这个阻止了这样的一个制裁这个决议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通过。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知道5月份的时候，俄乌战争已经发生了。所以您觉得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一次的阻止行为是不是跟俄乌战争相关呢？我记得栗战书在访问俄罗斯的国家杜马是亲自讲要积极策应。对，我不知道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联合行动是不是一种策应。嗯，但呢，如果是这个策应，说了太遥远，太遥远了。因为这里面来讲，这个时候朝鲜的走火乱魔或者自行其事，不一定会给中国俄罗斯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好处。对，我想这一点来讲，他可能更多是满足自己本身的存在感，而刺激美国要跟他直接的接触。哦，就是美朝关系的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秘密沟通的管道，但是美朝关系呢也有几次试图绕过俄罗斯跟绕过中国，美国跟朝鲜直接的接触，朝鲜非常有这样的意愿。对，非常有这样的意愿，因为这样才能解决主要矛盾的问题，不需要仰仗这个苏联俄罗斯和中国这个因素。对，那么实际上来讲呢，特朗普是看到这一点，可这个文章没有往下做，没错，往下做，没错。那么朝鲜，我们刚才谈到朝鲜的核技术和开发，主要是由俄罗斯提供。那么第二点呢，在中国国门家门口开发和试验核武器，对中国来讲是完全是双刃剑。这次临边每一次的试验核试验，中国的这个吉林省都会带来程度不同的地震。那当然还有一点呢，如果说从目前整个国际大势来讲，朝鲜和俄罗斯和中国，那么也是所剩无几的抱团取暖的对象。对，所以他也不能够对他打得太狠。当初为什么你说的2006年的时候，那个国际压力大，而那时候的中美关系，俄美关系可能相对处于一个比较缓和或者相对比较正常的状态。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敌对离前面发生冲突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能借助的，应该有这个借助的考虑，是吧？中国现在的处理朝鲜半岛有一个特色，就英国原来退下来的大使刘晓明，那好像我们看不到有太多的作为。刘晓明和朝鲜隔得太远了，他的所有的从业经验跟朝鲜是没什么关系的，所以呢，这个问题谈不上。我认为朝鲜目前这样做对中国来讲谈不上什么利益，可能给中国更多的是烦恼和隐患，反而是个负资产。朝鲜是你的人，处理不好朝鲜是你的敌人。对，那么现在朝鲜一旦翻脸变成敌人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这肯定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亲密无间 的邻居啊。他的不讲信用，他的那个其他的东西，翻脸不认人，不会比俄罗斯，不会比越南差，对吧？所以呢，跟中国这两个地方实际上是很成问题的。从战略上的考虑，中国当年跟美国的处理这个越南这个统一的问题，那么中国
其实在越南这个问题上，他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哦，如果从中国本身的周边安全来讲，朝鲜和越南这两个地方如果让处于相对永久分裂的状态，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嗯，那你看那边一他就跟你打了一仗，是吧？对。那这边也有这个问题。当然，现在朝鲜没有那个能力去跟韩国做什么较量。那么战后的这个有三个主要的分裂，是主要四个分裂民族。德意志民族现在已经统一了，东西德是吧？嗯。还有一个塞浦路斯，现在呢一分为二，变成两个共和国。那塞浦路斯也到柏林墙了，塞浦路斯墙也横杠在这个塞浦路斯的这个南岛，这中线。嗯。土耳其共和国还有这个希腊共和国。那么第二、第三就是海峡两岸，到现在也是战争还没有结束，嗯、还处于状态、嗯。还有一个是南北韩，南北韩呢在国际社会的个干预之下呢，中国的首肯之下呢，就成立了两个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朝鲜认为我就是你一个缓冲地，你应该给我什么？对。但我想现在力所不逮，可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习近平跟前几任来讲也不一定有太多的定见。不能太多听见。那么朝鲜这个唯一一次受到重视的就是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他访问了朝鲜，回来以后就要学朝鲜，搞得大家一惊一乍的。还好他只是说一下而已。嗯，但今天好像要学朝鲜的样子，所以呢今天学朝鲜看样子是完整的。嗯，对，是的，杨先生，其实你刚才讲到了哈，就是说这个现在朝鲜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对于中国来说呢，它确实我认为如果是北朝鲜和南韩他们这个统一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是对中国的边境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威胁，因为这是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观念来考虑的。对，当然他们一个民族他要统一，我认为是正常的。那统一以后呢，走什么路，举什么旗，那是另当别论的。嗯，以朝鲜目前这种状况，他要去统一韩国很难。韩国已经是世界十个这个发达国家之一了。那么朝鲜是什么？赤贫社会主义，赤贫穷，对吧？要仰仗很多人来援助才能够过日子。这样的社会主义对韩国人民怎么有吸引力呢？嗯、啊，就像今天的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台湾怎么有吸引力一样。这道理是相同的、嗯、没错。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好像这个杨先生，嗯，您说还有一点是，哎呀，这样呢北京对美朝关系之间的接触是非常长期持于非常警惕的。所以我想这个呢，光脚你刚才是讲的光脚不怕穿鞋的是吧？对、嗯、对朝鲜背后的中国因素和俄罗斯因素，西方国家是很紧张，你不知道这个深浅。嗯，啊，那目前如果说整个世界对待朝鲜，如果要真的动的话，是不是真的无能为力？我觉得近代的这种经济制裁足以对付。哦，经济制裁就够了。这足以对付。哦，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再稍微关紧一点，那他就无以奈何。嗯，无没有办法再维持了，没有再维持了。这是一个必不得不要去给他一点支持。但又解得很让人烦恼的一个小朋友，啊，这里面讲，我讲的经济制裁应该是足够了，除非金正恩走火入魔，嗯，就是贪婪的对韩国、对周边日本发射导弹，那些导弹也不足以对韩国、日本造成摧毁性的打击，除非他走火入魔，那走火入魔呢，就是美国这边的，就他就有。公开介入的一个口实，我认为呢，这个经济制裁的持续或者加重或者升级，是最低廉的成本预算，最低廉的成本预算。危机管控其实，中国美国之间对朝鲜的危机管控，主要从中国的角度是，会更多的在意美国会不会先发制人对朝鲜进行外科手术的打击。嗯。因为这个东西说老实对他来讲他有一个条约的约束，你打他我出不出手很为难的。嗯，那最好是打，就像我们的耗的是吧，耗到他有所变化。对，但金正恩这个人绝顶聪明，他毕竟是在西方接受完整教育的，对，
对，80，他跟习近平不一样。哎，那所以杨先生你也说到了，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经济制裁就足以了，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是但凡是稍微收紧或者是对他的经济制裁再加强一点的话，你觉得就是我们说嘛，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啊。那作为朝鲜这样的一个、我想到目前为止经济制裁也20-30年，对啊对啊，兔子是张牙舞爪但没咬过人，嗯，只是装腔作势，对不对？这个度很重要，人道主义的援助还是要持续，那你要发展你的核武啊、进攻型的东西，那当然有一些战略物资是要控制住的，是吧？所以呢，这是一个今天来提这个话题，我认为有点意思。这是一个可能一般人都会忽略，但随时被引爆的一个火药桶。哎，是它的危机，它的危机管控，美国跟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危机管控，可能可以奏效。对，但是呢。不要在朝鲜问题的危机管控，那不是几个大国能说了算。对，你一发作起来，你看他妹妹就那个女孩子，一发作起来把那个开城加工区那个大楼给炸了。嗯，他就敢这么做。嗯，对对，所以这个国家摸不着头脑。就是这个，所以才可怕呀，杨先生。所以你看，这个他的这个外交部长不是也说了吗？就大概意思就是说，是因为美国的原因，然后导致了这个朝鲜现在有国家安全之忧。所以你觉得现在朝鲜问题的这个大部分责任或者是始作俑者是在美国吗？冷战时期责任主要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嗯，冷战时期构成亚太地区的冷战和朝鲜战争的噪音，不是李承晚，不是美国，而应该是斯大林。金日成，这首先越过三八线，嗯，违反了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联合国的一个承诺。那么在前一个阶段，在冷战时期，中国被动的介入的陷得很深，对吧？虽然板门店的这个谈判的这个中国支援机代表是到60年、70年代还是80年代才撤回来，但是形同虚设，没什么意思。我想呢，这同时朝鲜问题的处理也是美国亚太战略另外一个战略反类。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公平的讲，始作俑者不是中国。今天目前这个格局，始作俑者跟中国的直接的关系很大。嗯，主要是美国和朝鲜。嗯，还有韩国和日本是个附庸。对，美国的朝鲜问题其实不断的拉紧韩国跟日本。作为他的遏制东北亚局势的掌控，东北亚局势非常重要的要素，有一个隐患在那，但是隐而不发。那么对韩国和日本的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听从美国的一些调教是很有意义的。嗯，因为你别想了，韩国的芯片加工业跟台湾是一样的，虽然规模没有台湾那么台积电那么厉害，如果万一台海有事，朝鲜有事。朝鲜半岛有事，那世界影响的格局是世界性的，对，半岛也全部基本上毁掉一半以上。所以呢，这个问题我想，你觉得好像不太留意，反正他们就那边受苦受难了，没有太多了，没有办法挤到世界舞台的政治舞台、外交舞台的中央。但他一旦发作起来，那个蔓延的是前期性，对，前期性，而且他已经拥有核能力，嗯，这是要命的。养虎一患，养成这么一只这个东北虎，嗯，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有核武器，所以呢，他如果一旦是无法受控，或者像杨先生你说的，无法去在这个做管控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就真的是很糟糕。那么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这一枚弹道导弹，根据报道的话，哈，这个导弹能够覆盖到整个北美地区，所以就是也有这个消息说现在美国已经不安全了。然后当然这个朝鲜也对此也警告哈，就如果是说美国再继续在这个朝鲜或者是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地区做出一些这个军事安全威胁的存在的话，他们就会做出更激烈的一个军事反应。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请问您，就这是直接矛头对向美国，你觉得美国接下来会对这个怎么做？他长期以来的矛头的对准美国是那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么这个导弹呢，越过了日本，据说也是有几千公里的射程。对，我想理论上它应该是覆盖，理论上，因为朝鲜到现在它的载具没有办法解决啊，它没有核潜艇，嗯，它有远程轰炸机，是吧？嗯，它只有那个
不要的那些飞机，歼五、歼六，那都有老掉牙的飞机，那些飞机能有什么战斗力呢？那么这些飞机怎么可以把一颗弹道导弹你很成功的运送到美国北美的任何地区呢？中国还有这个能力，俄罗斯还有这个能力，朝鲜就未必有。嗯，我想这战略动下动核的一个作用。朝鲜从来不缺激烈的反应，激烈的话，他这个话说很激烈反应好多年啊，动辄就是高八调，那个中央电视台的那个80多岁的播音员啊，字正腔，对吧？那没有用，那没什么意义。他如果没有载具，而且美国的这个拦截的系统是很成熟的，嗯，也就是要对俄罗斯，他也是绰绰有余的，因为这里面来讲，我想历史会不会重演，其实端看世界几个大国之间的明智的决定。俄罗斯自顾不暇，在政府的发言前，说的话分量可能也会受到一些限制。那中国现在说老实话，也仍然处于自顾不暇的现状。对，中国的话，他能听吗？不一定，给你造成一个假象，对吧？当初他为了掩护他这个核武器开发和跟美国直接发生接触的时候，他就允许或者赞同你中国举行六方会谈。中国高兴了屁颠屁颠的，搞了好几次，没用，一点效果都没有，那是作戏。没错，啊，摆开了好多次，是吧？所以历史会不会重演，这是大家所关注的。另外，别忘了朝鲜，他签的是跟美国的停战协议啊，是停战哦，不是中战哦。哎、所以呢，朝鲜跟美国之间和联合国军之间的战争，这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停战。嗯，随时都可以，随时都找个借口就可以干起来。对。这也跟他的两岸关系有点像，两岸关系打了半天，到现在70多年了，虽然没有太多的这个反攻大陆也不成功，是吧？解放台湾也不成功，但是呢，双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终止敌对状态，嗯，没有，也没有说这个不留的一个历史问题，对，但是也没有说这才是一个我们所理解的不确定因素在这里。对了，跟美国之间他也没有正式的停战，只是停战，不是终止战争，对，不是结束敌对状态。所以呢，这还有外交上还有很多戏可以演。是、哦、所以就是接下来这个外交上在这个部分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因为这个我们来先来说说这个美国对于朝鲜问题的这个态度的变化啊，因为我看到一些报道说在这个拜习会当中其实也聊到了朝鲜问题。那么呢，按照报道的说法呢，是美国现在改变了对于朝鲜问题的，就是说美国一贯的一些政策。因为原来的美国是靠中国在其中斡旋，然后呢，就是说能够去这个安抚这个朝鲜，那尽量不把这个事情闹大。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呢，就是要这个你就不要中国管了，就是说你不要插手了。那么，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改变的话，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于朝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美关系有一个根本性到本质性的变化。他们已经不具备有共管危机的条件。哦，对，以前的共管，嗯，共管豪核危机，共管台湾问题，对，不让台独，现在不跟你共管，我跟你就是只是告诉你我的立场而已。对，但是呢，美国的处理朝鲜问题很难无视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尽管俄罗斯在俄乌战争打了一塌糊涂，但他毕竟仍然在朝鲜问题上有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也一样。嗯。第二点，我刚才谈六方会谈，六方会谈的轰轰烈烈和无疾而终，其实说明中国能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曾经以往，中国如果接受了一个这样的，把朝鲜变为奥地利模式，主动的把朝鲜这个核开发能力彻底的灭掉，然后在朝鲜半岛建成永久中立的一个区域块。如果那个时候呢跟美国的关系好，联手把这事处理掉了，中国在东北亚边境呢就真正的隐患就不多了。对，剩下一些边境的岛屿归属的问题。对，但是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所以中国以后在今后在朝鲜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不会完全消失，但有限。嗯，如果一旦美国跟朝鲜发生了直接的关系，直接了解了，直接了解问题，嗯，那袖手旁观可能只有中国，只能袖手旁观，只能袖手旁观。
那么现在当然还有一点，在解决朝问题或朝鲜问题，韩国的态度也不能忽略。对，韩国态度也很重要。对，没错。对，其实韩国这个问题哈，这个杨先生，你看到就是新的这个总统尹锡悦他上台之后，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对于朝鲜问题跟这个前总统这个文在寅是完全不同的，他非常的强硬，而且呢，在这个上周五的这个导弹发射之后哈，他马上就说要对这个朝鲜进行更加严厉的这样的一些制裁，而且呢，他也说他不会排除韩国会跟美国接下来有可能会进行军事同盟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您觉得像尹锡悦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以及在他这一届的这个政府对朝的政策，会不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在他们这个两个之间？即便是朴正熙以后的历届的韩国的政府，其实是和平的北方政策是为主。对，是。那么韩国对朝鲜的情报收集工作远胜于美国，远胜于中国。哦，哎，嗯，朝鲜的了解度还是算比较深入。嗯，所以还有一点呢，光是态度强硬，韩国也不可能自行其是。嗯，不是结盟，因为韩国的军队基本上是受美国的统一节制和指挥的。对，你别忘了这一点。对。他跟日本不一样，跟台湾不一样。韩国的军队自开始有韩国军队的概念，他一直受美国直接的这个调控。在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的时候，韩国军队的军饷、武器装备、服装、后勤都是美国提供。嗯，跟蒋介石不一样，蒋介石坚决拒绝，你给我提供美元可以，但工资我自己花。就不让我这支军队姓美、不让我这支军队为你所用。那韩国还有这个南越，那都是全部美国一手交一手拿走。所以美国对韩国对这个日本还有对其他的一些的军事的介入是很深，包括泰国的军政府、对亚洲地区的亲美政权，美国这个在军事上的控制力是很强，说韩国军队是受控制，他很难自行，嘴硬可以，讲给国内的民众听可以，啊，当然要解决朝核问题，就是有一些古罗马的谚语讲，绕道最远，归途最短，嗯，没有韩国人的参与，朝鲜问题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如果在没有外力或者有外力的介入下，中国、美国、俄罗斯再加上韩国才能够真正意义的解决朝鲜的现代的问题。我刚才也谈到了韩朝冲突的程度是多轻多重，我相信主要是由美国来设计的，韩国很难自行其是。那么我也知道美国在海外驻军中，他刚才讲过最多的国家就在朝鲜半岛，20多万，比在北约的扮演者还吃重，所以我想这东西不能忽略，就是韩朝之间的冲突是受美国的节制，这一点呢必须清晰跟大家做个交代，相信这是事实。是的，那所以像杨先生您说到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朝鲜这个韩国的这些军事是受到美国的直接的这个指挥，或者是说受他的这个操控，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对于这个美国和韩国以及是日本哈，这个他们在这个军事方面似乎是会对，特别是对于朝鲜这个问题会加强，所以你觉得就是说这个本身是美国会给美国带来一个这个在这个局势的巨大利益吗？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可以威胁到中国。我相信朝鲜的各种各样的过激的行为会给日本、韩国、美国这三者的军事结盟找到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对，那目前来讲，它尽管日本跟韩国还有很多的矛盾，但是在这个针对朝鲜问题上，他们立场态度应该是一致的。对，是的。对，所以我想对朝鲜问题已经在有双重的意义。当他在黄海的布局航空母舰战斗群，把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的远程轰炸机派到了朝鲜半岛，这个威慑不仅是针对韩国朝鲜，可能也同时辐射到中国。对，当然。
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互动关系啊，很大复杂关系。但是呢，朝鲜这样的过激呢，就会给韩国不断向美国要价，我要自己开发核武器。韩国已经80年代到现在一直，他也具备这个能力。日本更也是，当然，日本更是，那都是这里面都是美国的强力的压制，提对，供核保不允对，许你们那个，美国也担心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好会陷得很深对。那么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即时的，就是第一，虽然国际社会不会接受朝鲜用中的来挟持，因为这个挟持的效果现在是渐弱，不可能增强。过去他也挟持好多次没用，是吧？导致现在最近的、最能够给日本就提供了一个扩充军备的理由和借口。就日本的国防开支现在增加了2%，没错，国民经济生产总值2%，跟德国一样。对，所以呢，我想这里面，刺激了韩国的进一步提高军备，也刺激了日本在更多的合法理由借口下扩大他的自卫队的军事装备和进攻能力。那是。是杨先生，那你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一个词叫挟持。那么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哈，他们也是认为现在朝鲜在以军事的威胁来挟持整个国际社会。所以在这里，我想问您，就是您觉得，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美国会主动出击吗？美国现在主要的心思在俄乌战场，同时呢，还有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心思在中国，那么主要焦点是在台湾。对，台海。我认为。不再有存在中美共管台湾问题的前提条件，现在强调是危机管控。双方都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也告诉你是在红，但你不能任何人都不能逾越，当然民进党你也不能逾越。这种僵持的局面其实拖得太久，对中国是不利的，是不利的。对，台湾问题变成是中美关系核心问题，本来。大家都知道，但是很明确。那其实这里面有小台湾问题的国际化。这是拜登会有一句话，就是美国及西方对台海的和平拥有更多的利益，的大意是这样。其实这是很重的一句话。你在台湾问题上任何的国际社会倾巢而出，不是我美国来跟你干，是整个国际社会，因为你会也至少这个台积电这个事儿就会影响。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供应链和产业链，对，它是全世界的问题，不是你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问题。其实这本来也应该是两岸关系处理上中共的一个败笔。你没有办法把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剥离，50年那些什么，50年折腾了50年的中美关系，折腾到最后，台湾问题跟美国越绑越紧。比对，牵一发动，是吧？那么朝鲜问题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状况，是，就是。所以其实您看，这个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跟美中关系是相连的，那当然，对不对？就是美中关系好，很多事情可能都会相对来说容易解决一点。一旦美中相关系，对比较有容易解决的前提，但也不一定那么容易解决。对，就相对来说面子上你能还能过得去一点。不过过去50年都解决了。互相之间的地缘政治上的考虑，那互相肯定是有牵扯呀。那国际关系就是要互相制约嘛。那是，从地缘政治的欧亚大板块，从欧洲这个乌克兰，然后一直延伸土耳其，延伸到南亚次大陆，那就是最终的一个东北亚接触点，就是地缘政治最一个落脚点，就是朝鲜，对，就是朝鲜半岛的局势。所以朝鲜半岛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它牵涉到整个地缘政治板块的本质性的变化。所以它不要看它一丁点，不要看它小流氓，但是呢，它影响的不是中美两国的问题，它是整个世界战后的秩序的重建，这是地缘板块重新的移动问题。所以它也很明确，朝鲜你不要看它小，看它穷，看它横。朝鲜有一也是跟有一支很成熟的外交的团队，他在外交上的失分很少，在处理跟美国的关系、跟中国的关系、跟俄罗斯的关系，
很少看到朝鲜是被动，细心的话，对，你有他很少被动，灵活的不得了，对，该变脸就变脸，该横的横，该退出的退出，从容不迫的很，跟中国不一样，中国这些年的外交是被动，对，是的，现在开始很多补锅的工作，这个改善啊，秘密外交，讲了半天秘密外交，嗯。基辛格100岁，那个什么伯格，对，97岁，后继无人，后继无人，在后面的人就不尿你，你要找谁抱团取暖？美国人没有人，年轻的中生代没有人替你说话，这个很悲凉。整个外交就很快，十多年的功夫就糟蹋的一样也没有。对。是的，那所以杨先生，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乱世之中，总归是有渔翁得利的。所以你觉得像美中现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再加上包括这个跟俄罗斯啊，还有其他的，就是说欧洲的这种关系之下，哈，这个朝鲜它有没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局势下获得它自己的利益？很难，小国就是有小国的局限性。这个台湾你要想，这两边讨便宜。可以讨一点小便宜，但便宜讨不会太大。嗯，这是受他所扮演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角色而限制。他不是牵一发动全身，即便是牵一发动全身，他最终的获利者不会是他，而是其他那个大国。这个没办法，这是个概率问题。朝鲜现在所做的这些外交东西，总的来说是老套路。哦，他比较陈旧。嗯。一知道他 一出手就知道他想干什么，加上的表述一样，那没有太多的，虽然很聪明，没有失过分，但是只是靠一成不变的东西没有办法破局，这是一个，那么朝鲜这样的走火入魔，或者说更利用之魂，他不可能不接受进一步的惩罚，那经济上的锁，他已经够呛，够他呛了，所以我想。没有，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不是渔翁，即便是渔翁也得不了什么利。嗯，了解。所以就是说，就是像这个杨先生，小国啊，实力所决定的。所以呢，就是连参与这个国际这个国际游戏的这个资格都没有，特别是像朝鲜这样。不然他为什么是放导弹呢？就放哎，我在这儿。对，告诉你，你们每一次什么峰会都不能没有我。对，不然我就要打你。还有一条，对。是的，这另外拔腿毛，对对对，这个杨先生这个拔腿毛这个非常的形象。然后其实像您刚才之前说的哈，这个毕竟他们签署的是一个停战协议嘛，那么其实就是说意味着其实朝鲜和韩国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还是一个这个战争的状态。那么当然对于这个金正恩来说，他的这个政权的存在是最为重要的。那而且他们也一直在发展核武，你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局势下，在这个地区发生热战的可能性有多大？局部的冲突已经发生过了，在过去几十年啊，刀劈美国这个军官呢、扣押美国的间谍船呢、甚至派小股的这个特种部队去偷袭青瓦台啊，渭水啊，还是挖了好多条地道，对吧？几万门大炮对准的韩国啊之类，还有那个首尔等等，因为太近了。对，我认为刚才你也谈到，只是停战没有终止战争状态，这点是目前的状态，很多人可能都忽略这一点。对，第二呢，朝鲜没有独立、没有独自的能力去发动战争。哦，你说俄罗斯在打的有出上气不接下气的。对，但多少战争啊，他每天。还有9亿美元可以花费、朝鲜哪有9亿美元？买一纸酱都不够，是吧？那这个他这个哪有时间去弄这些东西？对，没有。所以我跟他讲，独立去发起战争很难。就当年金日成越过三八线，也没有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支持，没有苏军共和顾问团的支持，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啊，现在也一样。现在普京怎么有时间派他远东战区的人、远东军区的人来参与？嗯，对吧？北方战区、北方军区的人没有，中国也不可能，啊，中国在两个
边境线是布局是野战军，一个是中缅边境，中缅边境的防守是野战军，还有一个中朝边境。当然在长白山呢、啊、在东北的这个整个战略导弹部队的布局也有相对的布局。相对的布局。不是剑指韩国，也不是剑指，可能更多是剑指这个很可能随时躁动的朝鲜。所以我想这个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对朝鲜这个不一定那么能够听驾驭和使唤的小伙伴，他也是时刻保持非常强的芥蒂。当然。非常强的芥蒂。当然。最好的话，从中国本身的国家利益，如果周边真有一个永久的中立国，像奥地利这样，然后对中国放心很多。很可惜，这只是一个构想。怎么可能？朝鲜怎么可能成为中立国？这是不可能的。那就是把整个金正日给干掉了，才有可能。对。这个军事价值干掉，但目前没有这个条件。对。因为朝鲜人可能真的是在那种信息投喂之下，真的是对军事家族是爱戴有的。你看到谁会流眼泪？像中国现在习近平会嚎啕大哭的人，估计也不是不多。不多，对对。声情并茂朗诵诗歌，怎么忠诚不绝对可能有。那你很难做的，所以朝鲜的中宣部也很了不起啊，找了一个小老头，小青年出来打架，哭喊的跳的啊，顺便锻炼一下身体。这也是另外这个一种形态的存在，奇迹，对，奇迹，对，真的是，我觉得，所以人哈、啊，人，我认为真的是很容易被怎么讲，就被影响，然后呢，被这个改造，传播力量就是。这是个信息产减防，对，很大的把你天天给你喂的东西都信息投喂给你都是同样的东西。最成功是戈贝尔，是纳粹德国的中宣宣传部长，那个是前无古人后来者，真的是了不起、中国也曾经有过很短，但是呢，说老实话，现在、也有可能，但是很难做到朝鲜这样。对，当然，因为中国毕竟改革开放过。至少我肯定不会再这样做。对啊，而且我觉得有很多人都不会，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对，我们也因为都看过外面的世界吧，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这个杨先生哈，因为我们看到俄乌战争之后呢，其实很多的文章都分析，就是说这个让朝鲜无核化会变得更加的艰难，特别是那些可能可以拥有核的国家，可能也他们也会去加入这个核研制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哈。那么当然在上个周五的时候，金正恩他也是在视察的时候说过，如果是敌人继续构成威胁，朝鲜将果断的以核武回应核武，来全面的对抗和回应美国的这个对抗哈。所以您觉得他的这样的一个核武的存在，我们说核武存在其实是维持一个恐怖平衡，就是说能够互相的制约，哎，你不敢打我，我不敢打你。您觉得朝鲜拥有核武是不是可以带来恐怖的平衡？地区的恐怖平衡是存在。朝鲜的拥有100多颗的核武核弹头，它已经是事实上的核国家。对。那么韩国也有核开发的能力，日本也有核开发的能力。对。你不要忘记，整个世界上，我好像也在节目中说过，中国周边现在已经有不少拥有核武的国家。后面有俄罗斯。对。前面的朝鲜，还有两个潜在的核开发国家，一个韩国，一个日本。对，台湾80年代也曾经有过。对，中印边界呢，就印度、巴基斯坦也有。你说中国还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呢？这么多核国家一拥而上，都包在中国周边，中国这个火药桶是不是变得非常大？对，中国可能不一定会很快去防范美国的核打击，可能对这些小国家或力量制分的国家，核弹头不要多。你看巴基斯坦就6颗，一天24个小时在巴基斯坦任何地方自由游走，给他的任务是，如果印度一打，你把6颗全部往印度扔，那不可。那小国家在玩这个东西。对。这朝鲜的100多颗弹头不声不响的，这让我很吃惊。因为这个数据是个长期研究这个朝核问题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我想这个数据还是可靠的。如果1-2颗或者6颗啊几颗，反正他也不敢扔，对吧？
而且呢，他要独立的发动一场核武战争，那首先载具要过关。嗯，那么他现在恐怕载具都解决不了，还有一个他的战略防御系统，他的导弹防御系统，他根本垮了。美国真的对他进行外科手术了，他恐怕也很难有反导弹或者。他的第二次呢，反击能力估计也很弱。那美国有美国的考虑，当然中国也不会允许在自己家门口出现一场战争。对，所以恐怖的平衡，其实我讲，恐怖的平衡早就形成了。嗯，你不要一百多颗，一颗是一样。对，因为美国要对朝鲜有任何的动作，他不是当年就是对伊拉克说有一袋面粉就能解决问题，美国也是很流氓。嗯，那么第四最后一个问题，除了台湾海峡，除了台湾问题，朝鲜始终是亚太地区另外一个战争的策源地，可以想象得到的战场，台湾还不一定会是。嗯，因为我坚信呢，两岸的当局不会让两岸在过去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的经济的成果，人民的相对的安居乐业的这样的状况毁一旦。对，毁一旦呢，说老实话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但是可能是其他国家和不希望中华民族有站起来或者强起来的国家所乐见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两岸要让所有武器成为废铁，两岸去找一条共同能接受和平相处的路，即便它不是统一，但也不要给自己各自的画什么时间表。台湾目前来讲，它不需要再公开独立，不需要公开独立啊！被美国不愿意，因为你是被人家打的借口啊。那么这个东西，你最终的两岸的最终的和平解决，是不是要解决的路径？那关键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是个败笔了，完全起不到对台湾的垂范作用，甚至是副作用。那你大陆现在用什么东西去感召台湾，让台湾愿意跟你和平共处？嗯，这要脑力的，需要完全摆脱前几任的人给你的各种限定。但是对于一个以民族主义为主要诉求的政党，他不会轻易放过，也不会放弃他的最终的事情。尽管也有些历史学者、政治学者讲，维持个大统一的国家机会成本很昂贵，你看这1949年到现在，中国对稳定边疆花了多少钱？嗯，就是这维稳的经费都不得了了，不要说其他的建设投入，没错，对吧？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悖论，但是有生之年的呼吁就是不要打仗，对，会很恶心，那是什么礼义者辈的，什么要把台湾杀的剩下寸甲不留，然后派大陆4000多人随随便便，这完全没有什么凶什么什么骨肉同胞，没有，完全没有，极冷酷的，这最冷酷的军事统帅都不会讲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居然是一个学者说出来，他被封替该。对，没错，这种就让习近平一直强调的穷尽一切手段争取和平统一破功，对台工作搞了几十年，就出一两个这种家伙，基本上是没戏了，没人信你那一套了。我们从台湾讲的朝鲜问题，还有一个呢，在设定好的污名化的前提下，我们把朝鲜的历代的领导人想得非常坏，但不要忘记这三代的领导人，除了金日成之外，他们都喝过的洋墨水都不会比其他人少。对，是的，到西方世界的游戏规则。对，所以我想朝鲜问题也许会出现一个让大家感到很意外的结果，只是我们现在时机还不到。哦，了解了。哎，到目前觉得朝鲜问题没有中国的介入和参与，要有效的解决也是很难。尽管现在俄罗斯已经无暇他顾，但是中国这个原因素也不能被忽略。美国的这个五角大楼和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朝鲜问题的看法，他运用了一些年轻团队，他会有一些新的思路。嗯，而在现在拜登这次跟习近平讲话，我们也看出一点端倪。嗯，拜登年纪80岁，他的决策团队是
很年轻，跟朝鲜的外交团队一样。你看这次参加秘密外交沟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代表团，嗯，真是七老八十，对，年轻面孔，对，这实际是很悲哀的事情。一个国家的智库如果都是奇老无比的，或者思想很陈旧的，那是很要命的事。对，看看这个接下来有没有这个一些新秀吧。这个当然，这个按照这个说，那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节目没有办法参与这个甄选。我们只是说，朝鲜问题很可能会给中国的周边的安全环境带来一个非常没有办法把握和拿捏的隐患。对，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隐患对中国本身的反作用力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而美国很可能在另外一个关键的节点，充分的借助和利用朝鲜，对中国的后背进行一些更逼近的这个牵制。你想象，如果朝鲜跟美国建立了正常的关系，对，美国对中国的整个战略的这个包围形成，那已经逼近了鸭绿江一样的。嗯，没错，就是。虽然现在有时候说了无人机或怎么的，但是呢，说了说这个东西对中国来讲，我也感觉未来五到十年的中国所面对的问题要比现在要难。是的，因为这个好像是这个，我记得是在这个新的韩国总统这个就任之后，有人就说哈，这个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包围圈就已经是封口了，因为原来呢这个韩国是一个缺口，那么这个新的这个总统上任之后，他就是一个这个封口，再加上今天杨先生您说的，如果朝鲜他不能够去管控，或者是去能够去相对的能够去把握的话，那可能这个也是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当然大家也可以这个借着杨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哎，好的，哎，杨先生突然这个下线了哈，好，没关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到这里哈，感谢杨先生，再次祝大家这个感恩节快乐，我们下期见。